做什么？看你这身装扮，像日本人。来找谁啊？鬼太郎，肯定是来找我的。找你的？他这么漂亮，你这么丑，怎么可能是来找你的？是来找我的吧？师兄来了，把他们扶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师兄，他踢馆。踢馆？混蛋！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你们师姐河野惠子。师姐？还不快向你们师姐道歉！师姐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惠子，让你受惊了。师兄，你的手下确实应该好好调教一下了。我要惩罚你们，统统练功一晚上，不许吃饭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去练功。惠子，请。预备，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。哎，这个橘子不错啊，我请你吃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买水果。小姐，长得真漂亮，剥个橘子给你吃。滚开！无耻！我警告你们，我是警察局长的女儿，你们再敢无礼，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打完我就想跑啊？对呀，给我们道歉，还要给我们下跪，还要陪我们喝酒。滚开！你们不能这样！哥，你看，日本浪人又欺负咱们中国人。来吧，小弟。启丹，开着他。慢点。滚！走，快！还不走！小姐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刚。谢谢你们。我担心那几个日本浪人还会找你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哥，那我……那个凡，你先把东西拿回去吧。好的，哥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我到了。
前面拐弯就是我家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啊，没事，那你先回去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惠子，进来。还没睡啊？惠子，你受伤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不知道，是个蒙面人。